那接下来呢，轮到这个现场的最后一对，小光小巧组合。对啊，小光和巧巧，你们两个来玩一下这个游戏，来。换一个，比如说他的曲线很适合这个，然后他这个，哎，算了，要不你先试试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有人要求，我们当然愿意同意。关键是我身体拐不了那么多弯。你身不如鞋夫，我替你拐。我如果过去了怎么样？我们就不用有受惩罚了，是吧？你过去了，少加一块板，那就过去了啊！少加一块板，好，仅此而已。来，那你在这迎接我，我就更容易过来了，行不？能找到家不？能找到。那行，来开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啊，就这样，行，在里边吧，就搁这里吧啊。不是，你们谁做的这么缺德呀？这最起码的厚度都没有啊。喂，这其他高度就别说了，连最起码这肩膀都过不去。等一下呢，厚度不一样啊。我整明白了，你得拔到弯儿。哎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输的太伟大了。我太伟大了是吗？嗯。要不你试试？来，小光试一下，你就能感觉到他刚刚有多不容易了，是吧？不行，慢点。我都拐不了那么多弯。是的，没问题。你试一下嘛。试一下，光仔，你可以拐的。从此以后，光仔的警戒。你得渡过来，渡过来呀！不行，我这一个手都拿不过来。加油！不用啊，加油！你就说你开门出来得了。咋回事？